现在正在去金银潭的路上，然后从2月1号出院到现在正好14天居家隔离也结束了，医院正好也通知我今天可以去献血，看看，好久没出门，武汉今天在下雨，武汉一定会好起来的。到了医院了，武汉的，我是静涵学的。我蛮想在静涵学习。这个不错，这个先录。不好意思啊。房贷的一袋血浆大概有400毫升，然后抽出来的血液还会还给我的。所有的管子跟里面储存血液的那个离心杯全都是一次性的，也不会存在交叉。在协和医院隔离一直到了22号，就做了核酸检测，然后23号早上就出结果，就是确诊了。1月22号17:55。检验结果已经出来了，呈阳性。真的很对不起各位亲戚朋友。当时要转院去金银潭的时候，然后老公那个从青山就开车到协和医院来，说要跟我见上一面。他赶过来也就是怕再有见不到我了，然后我当时很难过，也就是他再也回不来了。1月23日晚上9点，转入金银潭的第一个夜晚。刚刚被检查出来的时候，被确诊的时候，人的情绪是很低落很低落的。当时我就出现了，真的电话也不想接，任何人的一些联系一些什么我都不想回复，然后自己就沉浸在这个恐惧里，就觉得自己很不幸。但是后来我老公一直就跟我联系，频繁的联系，就安慰我。后来他就把我发给他的一些情绪的一些视频，他就传到网上，结果后来就收到一些全国各地的陌生人的一些加油啊、鼓励啊这个。然后他就跟我说，他说你看一看看一看，他说真的很多不认识我们的人都在鼓励我们。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有针对性的就录一些视频。住院的时候打的针主要就是莫西沙星和帕拉米韦，这是金银潭为我们病人提供的伙食。看看，大家都是起来自己做的吃的，所以我们的状况都很好，不要担心。终于出院了，谢谢啊，拜拜，拜拜。经历过这个病程的所有病友们，其实所有人内心都是善良的，都是愿意去帮助更多的人的。我作为武汉的一个市民，一个康复者，我也很愿意出来做这个事情，然后我能会好起来的，大家加油。